Hello，大家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中文老师。好，又来跟大家见面喽。然后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直播的主题课程呢，我相信呢是很多人呢最近呢很关心的事情哦。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最近呢，小编们哈，就是阿汤哥的小编们呢，其实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私讯呢，诶，好像呢最近大家都特别呢容易遇到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说犯小人，对不对？哈，好，其实我觉得呢，犯小人呢，应该是每一个人，哈，不论你是谁，哦，哪个生肖，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大多数都会觉得自己都在犯小人，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犯小人呢？其实很简单嘛，因为这个人跟你的意见可能不合，哦，或者是说你看不惯谁做事的习惯，因为你产生了一种不喜欢。或喜欢跟不喜欢分得很明显嘛，所以呢，自然而然呢，我觉得无形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自己的某些原因呢，而导致觉得自己很犯小人哦。好，那今天呢，阿汤哥呢，就要针对呢12生肖当中呢，到底呢你犯小人的哪个部分哦比较容易呢？引爆哈、哦、这个业力哈、哦，好，那阿汤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当然呢，如果今年2022年当中呢，这几个生肖当中哦，我是讲12生肖，我待会呢都会重点的分析哦。那大家呢都可以呢把它给记下来，看你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好，我们常讲哦，自己的习气，什么叫习气呢？就是我们的个性哈、哦，你个性比较属于坏的缺点呢，久而久之，你没有去改善它。它就变成你的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就会导致于可能你在跟人家应对关系上呢，你就特别容易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吃亏哦。那甚至于呢，就会可能莫名其妙被陷害啊，然后被人家否定啊，诸如此类的。好，今天阿汤哥呢就告诉你说，12生肖当中呢，我们要如何去改变。当然呢，尤其在2022年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特性呢，那你更需要改变哈，才会让你在这个新的一年哈，或者说之后呢，你才不会种下祸根哈。有时候呢，如果我们种下祸根之后呢，那小人可能一直在从当中去陷害你呀、啊，障碍你呀、啊，真的也是挺烦的哦。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哦。有人说，老师今天眼睛周围怪怪的，有吗？应该是戴帽子吧，是不是？看起来是还蛮正常的啊。好，来，大家呢可以先边听边问，因为我今天出去，然后我没有整理头发，所以呢我就是戴帽子，好不好？好，这是我的习惯啦。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吉祥。OK，那汤哥呢，今天呢？废话当然就不多说了，好不好？好，那你们呢要听清楚哦，因为我今天是用手机直播，所以呢你要听清楚，然后自己做好记录，好不好？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赶快呢分享给你身边呢12生肖哦，不管是哪个生肖的朋友，可能你看他是小人，还是你觉得你自己犯小人，好不好？所以你就默默的把它分享出去哦，然后呢让彼此呢都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坏习惯的业力啊？那如果累积久的话呢，诶，很有可能呢，在此时此刻呢，引爆出来之后，那还得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稍微注意一下喽。那汤哥呢，今天会分为四组哈，四组的生肖来做讲解。那每一组呢，都是三个生肖来为一组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参考看看哦。那最后呢，阿汤哥呢，也会给大家一个。犯小人，如果你犯小人的话，我们要如何简单的哦来为自己呢？远离这个障碍，好、哦、让自己呢可以把小人转为贵人，把你的冤亲债主呢转为冤亲功德主，好不好？好，其实呢这个真的是最高境界哈、哦。那希望呢待会最后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三个一组呢，首先哦。第一组呢，阿汤哥呢，哈，要讲的就是生肖属老鼠、属虎跟属猪的朋友。好，来帮我留言一下哈。第一组呢，就是生肖属老鼠、属虎、属猪的朋友，你帮我留言属虎
猪，好不好？属虎猪这三个生肖的朋友，那如果呢，你也可以留言你的生肖，还有你的居住地呢，让阿汤哥指导一下哈、哦。到底呢，现在呢，十二生肖当中呢，有哪几个生肖在线上的人比较多，好吗？好，来生肖属老鼠、属虎、属猪的朋友，大家互相提醒哦，然后呢，互相分享哦。好，那属老虎呢，属老鼠、属老虎、属猪的朋友哈、哦，千万不要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哈、哦。好，那这三个生肖呢，其实呢，尤其在今年2022年当中呢，你要注意什么？然后比较容易会让你引爆业力哈、哦、的坏习惯哈、哦，那就是呢，你要量力而为哈，这是阿汤哥呢给这三个生肖的一个最佳的评就是一个评语哈。什么叫量力而为呢？有时候呢，人会觉得自己犯小人，哦，是因为什么？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得不到认同，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呢，觉得对方就是不配合，然后唱反调，哦，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三个生肖朋友呢，在今年你遇到的比较多的关系就是你是付出，然后呢，你也真诚的，也很希望的去改变某一个人。那或许这个人呢，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哦，有可能是你的家人，哦，甚至于你的很好的朋友，哦，其实我认为啦，有些人的小人呢，可能是来自于家人，对不对？好，可能常常给你扯东扯西扯后腿，好，让你心里很挂碍他，然后一直呢都会有一个坑，好，那这个坑呢又有点甩不掉的坑，好，想放又放不掉，好，所以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我认为好，其实不管怎么样，你量力而为的四个字呢，是我给这三个生肖的一个评语哦。因为呢，你或许想要去改变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好朋友，可能他长期以来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可能你身边的人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做法上有一些让你看不过去的问题，所以你就觉得很烦很讨厌，我就想改变他哈、哦。因为呢，讲都讲不听，好，说怎么教也教不会，好，所以呢，你就觉得他跟你唱反调，那你在无形当中呢，就开始觉得心很累，好，那你的小人在哪里呢？你的小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好，那你身边的人呢，就是你在乎的人，你想要去改变他的人，所以我觉得量力而为就是说呢，你先改变自己吧，好，你不用去想要改变别人，好，我们常讲一句话，改变自己呢，其实这个磁场交换了之后，你的想法通了，然后你的观念也通了，你没有那么执着了，那我相信他对方也会跟着改变、哦、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太用力了、哦、你太急于想要去扭转这个情势、哦、那为什么要扭转呢？因为你觉得就是想要看到他好嘛，想要看到他很棒嘛，对不对？好 OK， 所以呢，我觉得没关系、哦、当你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呢，先放下、哦、量力而为、哦、所以呢，这三个生肖、哦、最大的犯小人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业力引爆呢？就是你常常、哦、过度的想要去改变现况、哦、或者是改变别人，或是你正在寻求很多的方法去就是让别人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先让自己过得更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不妨、哦、在今年的时候呢多多的、哦、来去可能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哦、或者是放松自己、哦、给自己度个假、哦、你自己情绪放松了，自然呢你就不会在某方面特别的执着或者是想要改变、哦、但这样的话你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好不好？好，生肖属老鼠、属虎、属猪的朋友就是量力而为、哦、你的犯小人呢，其实通常来讲、哦、不会到说很严重、哦、因为你是这三个生肖你是十二生肖 当中呢，在2022年当中犯小人的情况我觉得是还好、哦、主要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超过你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就是做你能力范围所能够掌握的事情，那我相信你呢，人际也会和谐，然后呢，你的家人的关系也会跟着兴旺起来，
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我现在呢讲的就是生肖属老鼠、属虎跟属猪的朋友，这是第一组生肖，这样可以理解哈。好，所以呢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就是越放松自己，好，然后呢我刚讲量力而为，不要急于想要去改变你的家人啊，或是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在乎的人，有些是想要改变另外一半，不用改变他了，好不好？因为呢你。在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呢，2021年到今年呢，你已经做到有一点觉得身心俱疲了哈。那别人也讲不听的情况下，那你也不需要硬要去讲给他听，好，你也不需要去改变他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是给这三个生肖呢一个很大的提点哦。如果你不想要，还是要继续的，好，就是挑战。好，然后呢，去做一些让你自己心很累的事情。那我只能告诉你，引爆的业力是什么呢？你的健康，好，你的情绪会在可能年终的时候你会崩盘，你会崩溃。有些人可能不用到年终了哈，可能到现在呢，已经春天这个春天的节气呢，你就已经有一点开始 hold 不住了，有没有？哦，有一种，尤其呢，这种属老虎的人犯太岁啊，哦，更是有那一种感觉。好，所以呢，我觉得你也不要内心觉得很孤独感了哈。其实这三个生肖呢，这三个生肖里面呢，属老鼠的朋友呢，更会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感觉哈。为什么？因为属老鼠的朋友是因为今年呢，有一个驿马星哈，驿马星就是要你去奔波。要去劳动，好，然后要你去付出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掌握控制不了的，掌握不住的，你就不用太过勉强，好，所以这三个生肖，阿汤哥要建议你的，你有听清楚吗？好，希望你有听清楚哈，加油，好，那觉得准的朋友呢，要记得帮阿汤哥留言，准准准哦，然后这三个生肖呢，也要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一下，好。哦，我们谢谢哦，很多朋友帮我做笔记哦，谢谢你们，感恩大家。好，所以这三个生肖呢，在尤其在2022年呢，记得量力而为哦，好不好？不要太去呢，就是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你最大的小人是谁呢？最大的小人呢，就是自己做太多，好、哦，自己想要改变别人这样的状况。OK，好，赶快边听边分享，好，我们一起来化解小人哈。好，那第二组生肖呢，就是生肖属牛、属狗，还有属猴的朋友。属牛、属狗、属猴的朋友，好，大家有在线上的朋友呢，这三个生肖先帮我留言哦。第二组生肖是牛、狗、猴这三个生肖。好，那生肖属牛、属狗、属猴的朋友呢？为什么会犯小人？那2022年呢，到底会怎么样引爆你的情绪上的业力呢？好，其实我觉得，这三个生肖会犯小人的主因呢，好，在今年呢，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的固执己见。好，如果你是这三个生肖朋友，你应该要先冷静下来，为什么大家都跟你唱反调？为什么大家都好像有一点想要针对你？好，或者是你有一点。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别人就是有点好像没有耐心，哈，好，我觉得别人为什么没有耐心，或者是你所遇到的人为什么没有耐心，为什么一直想要针对你？好，那你就要自己呢，要去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一直很想要做某件事情，坚持到底，一定要做，好，因为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哈，平常有时候呢，就是。稍微固执一点了哈，想要什么就做什么，好，或是认定了哪一些事情呢？你要他改变，还真的很难改变哈。所以呢，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我觉得，当然你是择善固执哈，然后你自己本身也很有自己的原则哈。我觉得固执己见的人呢，其实都还蛮有自己的原则哈。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的底线非常的强，但是呢，你的底线太过强的时候呢。或是你原则性太强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很难被沟通，很难被说服。哦，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哦被说服啊、被沟通啊就觉得很丢脸哦，也不是，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这种把态度软化，然后呢听听不一样的意见，好，采纳不一样的意见，不要一开始呢就听到一些。感觉跟你理念不合的事情呢，你就很想要先反驳哈，因为有一些人的
个性会比较强烈，好，尤其是三个生肖的朋友，如果呢你的个性比较强烈，就是说当别人提了什么问题，你就很直觉的反应很快的就先否定，然后就是要拿回主控权的话，那这样的话别人就会真的很难跟你相处，哦，所以呢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你要改善什么？改善你可能有这种在2022年呢比较容易会有固执己见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然后可能做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事情，好，例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了一些工作上的做法，那可能原本要在按照 SOP 走的，哦，可能公司的流程走，但是你很有你自己的原则，你自己的逻辑，你要按照你自己的 SOP 走，可是这样久而久之呢，别人可能会失去跟你合作的耐心，那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呢，你又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别人就会采取什么样更猛烈的想要攻击你，好，硬要你去改变的，所以你就会很痛苦，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犯小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生肖牛狗猴的朋友，阿汤哥呢是给你这样的建议啦，希望你呢要多放下你自己的原则，好，按你的固执，其实我们人呢择善固执是很重要的，也是对的，但是呢偶尔还是要有没有当一下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的角色，哦，该要去放该要让的时候呢，不会不要觉得是丢脸的事情，哦，也不要觉得别人在针对你，而是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加完整，哦，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见你，哦，好，看见好的你，而不是呢哦，把这个面子呢盯着，然后呢不愿意放，哦，那这样你就会很辛苦，好吗？所以呢牛狗猴的朋友，哇，这个呢你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哦，好不好？好，如果觉得阿汤哥刚刚讲的你觉得有准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言准准准，好不好？并且呢把它给分享出去，广结善缘咯。好，这是第二组生肖，哦，那另外呢第三组生肖呢，哦，你要帮我留言一下哦。好，留言什么呢？就是属兔的、属羊的、属蛇的朋友。好，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跟刚刚，哦，牛狗猴的朋友又有点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属兔、属羊、属蛇的朋友呢，诶，刚刚，哦，那三个是太有原则，对不对？很容易固执。但这三个生肖呢又会有一点太过没有原则，哦，有时候心太软呢而造成什么犯小人，哦，所以呢我觉得给你的评语就是什么，我们人可以心软，但心软呢你要有智慧的慈悲，而不是怎么样心软没有底线，然后呢被人家扔头轻棍，哦，意思就是说呢，诶，你自己可能你是好人，哦，你也想当个好人，你也不想要别人觉得好像你这个人很难沟通，所以你一直都是哎，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好，很好沟通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好，或者是你有选择困难症，好，好，不管你是怎么样，我倒认为呢2022年呢你反而要给自己多一点原则，好，你的底线呢一定要有，如果没有，那你被人家扔头轻棍，你自己会很痛苦，哦，感觉呢每天都感觉被自己刺啊，哎啊怎么这么痛，哦，好啦，其实呢不是别人要来刺你，哦，因为呢别人看不到你的原则性在哪边，哦，看不到呢你到底，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帮别人做一件事情，哦，习惯了，然后两件事情也习惯了，但是呢你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但是呢别人总认为，哎，反正你已经做习惯了嘛，自然而然的丢给你，所以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去改变别人可能是自然而然觉得你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去给适时的去把它沟通讲出来，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原则性嘛，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一直在被欺负，哦，然后有点受不了这个环境啊，受不了这个工作啊，觉得很累啊，对不对？ OK， 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2022 年呢阿汤哥期许你，哦，或是你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那你就要记得我们可以慈悲，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但是呢你的底线一定要存在，好不好？然后呢当你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哦，或者是
怕得罪人，或者是很担心，哎，我这样做这样讲会不会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先不要有预设太多的立场，好，反正呢你把你自己的心中的不愉快适当的委婉的说出来，好，要沟通，那你不要预设说啊，好像我不讲这些，哦，我讲这个话会不会害到别人啊，如何如何的，当你这样的话你自己的内心就最纠结，好不好？了解吗？好，那另外呢，属羊属蛇，好，还有属兔的朋友呢，你就是这样的特质会让你呢有所的这种犯小人，因为别人觉得你可以，所以你被扔头轻滚。好，好，这三个生肖，这是第三组生肖。那第四组生肖呢，就是生肖属这个龙马鸡，好，帮我留言属龙属马属鸡的朋友，齁，这是第四组生肖。好，那第四组生肖呢，就是我觉得第四组生肖呢，就是有时候呢会，为什么今年会犯，为什么会犯小人呢，尤其在2022年呢，你就要改变什么白目的习惯。齁，什么叫白目，齁，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但是呢就是自以为可以的这种习惯。好，我打个比方，很多人像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很容易就是觉得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这样做就对啦，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应该是为你好，好，那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先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想法可能去帮别人安排了某些事情，可是当别人不领情的时候，或当别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逻辑的时候，反而你就会被人家攻击，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评价不好的问题啊等等的，甚至于呢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好，会说，哎呀，你做的不好啦，好，或者是，但是你会觉得说，诶，可是我做的并没有不好啊，我都是按照轨道走啊，问题是你自以为你按照轨道走，或是你自以为别人要这样做，好，或是他喜欢这个东西他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呢你更是，然后你跟上面那一组生肖是一样的，你不要预设立场什么呢，你不要预设立场，就是你用你的逻辑去套用在别人身上。好，所以呢这个属龙属马属鸡的朋友，齁，这三个生肖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齁，因为呢我觉得人，齁，有时候自以为很单纯的时候呢，真的你真的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也会造成自己的困扰，好不好？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省略步骤。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人在自以为觉得很 OK， 觉得自以为帮别人安排了很多事情，但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是因为你怕麻烦，你觉得啊，这样我这样做是很贴心的，你以为很贴心，但是你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做得更贴心的话，你应该是要逐步沟通，要跟别人好好的沟通，好，然后把所有的事项呢项目都要做得很细腻，那你会更加完整。所以阿汤哥告诉你，就是说呢，在2022年呢这三个生肖龙马鸡的朋友，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以为说啊他不介意啦，这个人不在意这些东西啦，其实他很在意，哦，或者是你以为你讲了这句话，哦，开个玩笑，哦，平常可能开玩笑他对方都笑嘻嘻的，那为什么最近讲了一句话对方呢就开始生气了，甚至呢会听到别人跟你讲说，欸，某某某，哦，很不喜欢你这个行为， OK， 如果呢你有听到说，欸，谁谁谁，哦，很不喜欢你说了什么话，谁谁谁不喜欢你做了什么样的动作，那个真的就是不喜欢，哦，因为呢对方已经感受到他可能忍了很久，这样可以理解吗？哦，所以呢属龙属马属鸡的朋友呢，真的，哦，在2022年呢，欸，人际关系当中呢真的不要自以为，哦，自以为很单纯，好不好？如果你是这三个生肖的朋友，或者你身边有这三个生肖的朋友，你可以分享给他让他知道说呢真的，哦，你不要再白目下去咯， OK， 好啦，我觉得呢当然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一体两面的，哦，这种容易在情绪上引爆出来的这种业力，哦，但是呢当你知道你可能在2022年你会做出什么样 NG 的事情，那我们呢自己就要好好的从现在你听到，如果你觉得有应对到的朋友，那你可能就要
更加的去留意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啊。那我觉得呢，我们要如何去防止小人来干扰你啊？我认为适合每一个生肖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呢说话一定要或听话一定都要管好我们的嘴巴跟耳朵呢，好，你都是一定要好好的去修行。那你会说，为什么嘴巴耳朵要修行呢？哎，你听进去的话要不要有智慧？好，例如说有一些人呢，听到了一句话，可能你很不想听，但你听进去之后，你的情绪马上就上升起来，然后你可能就误解别人的意思，好，那也不 OK 哈。所以我认为你听到了什么，你都是先忍一下。好，去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消化它。好，那说出来的话呢，也不要太早的脱口而出哈，不要当一个很白目的人。所以呢，听话跟说话，好，只要你能够控制得好，我相信你不会犯小人，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先这样修口德，然后耳朵呢也要多什么听会，好，听到智慧的话，你要有。听的智慧，好，听到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在你的脑袋都要变成是有智慧的象征哦。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如何为自己好多增加贵人防小人呢？好，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好在例如说办公室，好，假设你的办公室小人比较多，阿汤哥教你哦，你可以呢，假设你办公室通常有个水杯嘛，那你就可以用你喝水的水杯。好，那你可以，如果你觉得真的知道说有一些同事很莫名其妙的想要去攻击你，那你就在水杯的下面呢，你可以好放，就是放他的名片，就是是你认为对是小人的那个人的名片放他下面，或者是你用一张白纸上面呢写上他的名字压在那个下面，好，用水杯的力量。好，那放在哪里呢？放在你的右手边，就是虎边的地方。好，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呢防小人的小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哦。好，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防小人要争贵人的话呢，阿汤哥齁就要建议你哦，我们自己本身的眉宇之间一定要有贵气。好，那什么叫贵气呢？之前阿汤哥有教过大家眉毛的面相，对不对？好，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眉毛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眉毛呢，它连接，来，我把我的帽子拉高一点点，你看一下，眉毛呢连接的就是我们的田宅宫，下面上面呢，好，又有这一个掌上的，好，这种父母宫，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又连接了这个。夫妻宫的地方，它又连接到我们的太阳穴的地方，好，就是命宫的地方。所以一个眉毛它所联动的有一个宫位、两个宫位、三个宫位、四个宫位。好，所以其实眉毛呢，它在面相学来讲是蛮重要的哈。所以你要记得，当你觉得最近人际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把你的眉毛的杂毛剃掉，还有印堂的杂毛剃掉，这样可以理解吗？先把杂毛剃掉，你会发现呢，哎，我们的人哈、哦、比较可以眉开眼笑哈、哦，因为呢，你的这个杂毛很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整个人很忧郁，然后呢，做阿杂哎哈，就是很闷，很不开心，或是你的眉毛杂毛很多呢，已经连接到你这个田宅宫的地方，眼皮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呢，哎，你特别容易在这个财库的运气不是很好。有时候人呢，哦，可能人际关系不好，或者职场上贵人很差的时候，哎，会影响什么？影响你呢，可能乱买东西啊，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呢，或者是你比较容易呢，有这种阿长的时候，这个田宅宫呢，也代表家运的部分，所以呢，你就会跟家里的人呢，特别容易会有口舌是非的一种状况跟影响哦。所以要记得，当你觉得你自己小人很多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第三个，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眉毛修干净，好，把命宫，因为眉毛呢，它牵动的是命宫，好，父母、掌上，还有我们的田宅。还有这个夫妻宫的地方，所以它牵动了这四个宫位呢，你把杂毛修掉之后，如果你的眉毛有断掉要修补的，好，你赶快去修补，好不好？好，那之前阿汤哥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好，我自己研发的这个
好，这个眉笔有没有？好，我自己本身呢，眉毛我自己都会，不管戴帽子或是我上节目出外，我都还是会稍微自己用眉笔呢，稍微画一下哦。你自己也可以呢，好，学习一下。其实很简单哦，你只要把，如果你是男生，你不太会画的，那你就是把你的这个空缺补齐，或有断掉的地方，稍微用眉笔呢把它补满。就可以了哈，因为呢，眉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贵人的宫位的存在哈。好，那之前呢，我跟大家推荐这个呢，眉笔呢是我自己研发的。那为什么它很特别呢？是因为它里面呢有这个五宝草的成分哈，有除秽除瘴的成分。所以呢，当你觉得你自己运气不好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有除秽精油的成分呢，稍微好在这个好眉毛这个地方开始呢，好。打亮，因为它这个在画的时候呢，里面的精油的成分呢，就会已经融入在这个眉笔里面了哈，就是让你喜上眉梢，把你的晦气除掉，这样理解吗？然后这是首支阿汤哥研发的，好啦，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总而言之，之后我会在 Momo 再跟大家推出，那我会再预告，再提前预告，因为之前有人问我到底要怎么结缘哈，没关系，我们就等。下一次我在某某的时候再来跟大家预告喽。好，总而言之就是把眉毛的杂毛剃掉，然后呢空缺补齐。那你新的开始好，然后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帮助你呢人脉通钱脉，加油！好，那今天呢十二生肖呢这个犯小人的业力的点在哪边？你知道了之后，那相信你好都。彻底的改善，然后去处理它，那你也会变成贵人满满的一个新的一年，好不好？加油！好，那觉得准的朋友呢，要记得帮阿汤哥留言，准准准哦啊，并且要分享哦。好，这个眉笔呢，如果你要请购的朋友，你也可以私讯小编哈，私讯小编，或者是我待会可以把这个链接呢放在这个留言板里面，也可以哈。小袁说有买了很好用的，真的很好用，因为我自己呢每天都会呢把我的眉毛哈，因为其实男生呢通常不太会去把眉毛弄得很复杂。其实男生基本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关系不太会化妆的，但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眉毛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你人际关系、贵人跟桃花的最主要的原因哦。那我是很鼓励大家把眉毛用好。好，把霉运去除。OK，那今天呢的直播很简短，很快速。好，希望你们可以了解说，到底呢十二生肖在2022年我们要如何来改善自己，让小人远离你，贵人靠近你。好，今天的直播呢就先到这边喽。觉得准的朋友记得帮阿汤哥分享，好，或者留言准准准，还有分享给你十二生肖身边的朋友们喽。好，感恩大家，祝福大家，我们直播下次见，拜拜。